嗨，晚上好，我是程一。现在我想借你的30秒时间，在微信中搜索并关注我的同名公众号程一，每晚21:40，和千万孤独的灵魂一起和你说晚安。嗨，你最近过得好吗？微博有读者和我私信说，这句话在我和他的对话框里输入过上百次，但我还是忍了很久，还是没有发出去。他一定不知道吧？其实我真的好想他，但是每次拿起电话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好害怕得到他冷冰冰的回复，那样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我也是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一直都在等她开口说也想我，但是她没有。我说也许不打扰是你们留给彼此最后的体面吧。其实生活有时候比电影还要崎岖，时间并不能抹平一切回忆，只是把在乎的人尘封心底，很多无话不谈的人最后都变得无话可说，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变成了陌生人。可是有些人就算不联系，还是会在不经意之间想起，有些事就算不想起，也永远都不会忘记。谁都不知道，其实我还偷偷爱着你。我想这句话说的就是躺在我们通讯录里不联系却也忘不掉的那个人吧。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不再联系就等于放下了一切，其实人唯一欺骗不了的就是自己。所谓不联系，只是为自己的好胜心和面子找了一个相对体面的借口罢了。不联系那个很爱的人是一种什么感觉？之前旅行的时候结识了好友桃子，有天在微博互动时发现他发了这样一段话，还记得吗？刚刚分手的那段时间，我们发毒誓谁也不许联系对方，你就真的没有联系过我。可你不知道，我的生活里全是你的影子，一起走过的熟悉街角，你曾为我吃过的抹茶蛋糕，听着我们都喜欢的歌曲，我的眼泪还是会刷刷下落。有一段时间网上很多人在议论假如朋友圈有访客记录的话题，我很激动，我希望有这个功能，希望你能够看到我对你的关注，但我又害怕有这个功能，我怕你知道我在关注你，我还喜欢你的这件事只能是我自己的秘密。我不想打扰你现在的生活，也不想让你知道我对你念念不忘。好遗憾，我们之间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你不知道，夜深人静时，有个人在一遍又一遍地翻看你的朋友圈，明知道那些动态没有一条与自己有关，但还是喜欢去翻看。看完这个博主的故事，真的很戳心。其实不联系并不代表我有多坚强，只是我在偷偷爱着你而已。我引以为傲的尊严还是被思念打败了。忘不掉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但是那种感觉也真的很痛苦。明明很想念那个人，但是拿起手机却只能一遍一遍回味那些聊天记录的截图，再也不敢主动走出那一步，因为会害怕，会失望。也想回到最初的洒脱，只是一想到从此会失去他，心就会微微叹息。你一次一次在深夜醒来，以为他会给自己发消息，却恍然惊觉只是一场梦，梦醒了，身边只有清冷的月光和发凉的空气。我听很多女生朋友和我说，我们都分手这么久了，我还是忘不掉他，觉得自己好没出息啊。我想说，其实忘不掉一个人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只是有些感情就像白月光，或许只适合放在心上。爱情最好的样子，要么两情相悦，要么各自安好。既然选择了分开，那么就是选择了后者。其实离开错的人并独自成长，没什么不好的。当有一天不再联系变成了不再想念，那份还爱着他的错觉最终也会慢慢变淡，而你的生活里同样会迎来新的阳光和全新的自己。有人曾说，其实人的心和月亮是一样的，会有阴晴圆缺，所以那些走散的人只不过变成了我们心上的一块缺口。这个缺口会存在很长时间，像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梦，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修复它的方法。但是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突然出现，把这块缺口填得满满当当。所以啊，所谓忘不掉一个人，其实也只是一场梦而已。梦醒之后，对的人一定会在路口等你。虽然我和你最终没有走到最后，但是那些曾经美好的过往都化作了生命里的回忆。也许以后想起这些故事，我也会嘴角上扬，庆幸自己曾经爱过那样一个美好的你。其实已经足够幸运了，谢谢你来过，愿你幸福快乐。泡沫奔波，有谁